优秀安尼哈。我资料我印伫咱个手册顶面哈。叶干事你甲我讲个是讲哈，今日我着炸即个 PPT 来，来做一个报告哈。啊，关系大家到底所做伫即个社会时间比较上，我安尼甲伊听起来。比较上台公告会所做的这个老人的社区时间中间的老人时间，阮较平稳、较繁复的告会时间，比较上伫这个社会、这个关政府还是讲这个社区时间的这个基础的顶面，可能阮有较长，阮会较平稳、繁复的这个服务时间，较是阮的这个部分哈。我是真认真讲底来讲，台公告会这个上面的服务时间哈。但是，我对这个台公教会架构来讲，吼，这个台公教会架构，阮总共有八个区，吼，因为像阮有啊，甲伊个实际个个连接性可能会较好。啊，你目前台公教会这个属间个顶面，吼，就是阮个老人属间是由这个拉阿，吼，右下角，这个挪亚，这个牧区来承办。所以，拄只这个李博士在讲侬哦。如果在我教会的这个区目，阮八个区，八个区目，每一个区目拢爱外挂一个树干，爱外挂一个树干。因为这个树干，我较无毋茫讲这个树干是单独在做。我把这个外挂施工到这个牧区连接了后，以这个牧区的这个架构内底去外展，安尼可能对整个教会建造的过程，可能这个效果会较好安尼吼。所以我是由拉阿木区来推动，啊，其他的有伊无共款社区树干的面向吼，来。好，以下我下吼，承接大公教会送给施工哈，我来送给施工，可能刚装回那个什么装回叫什么？志光站啊，是讲那个上林大二，我跟上林大二聊聊，无啥共款啦哈。啊，当然中会有啦，一直在甲阮邀请啊，阮的委员的，一直感觉讲安尼，咱就习惯啊哈，所以就继续做阮的上林施工安尼哈，过来。大公教会这个上林施工。我一直咧想讲，即台公教会上元时间吼，是用传统音加做上元时间的制作诶。我会评估讲即个福音性吼，啊，若是说若即个福音性来讲，我无啥注意吼，我无啥注意，所以我伫上元时间个顶面，我无一个感觉，我一个时间一定爱继续做。我若做了，我评估歹，我甲关起来。啊，我互我个教会习惯一个文化，就是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改变，是为了要更好的果效。啊，所以啊，我是用这个传统音做基础吼。啊，当然对象是用社区的无合友做优先的对象。年龄我是设定55岁以上吼。啊，当然这个时段吼，我总共有3个学制，啊，每学期有10个礼拜。我是拜一到拜六，伊这个9点10分，还是讲9点到11点半吼。啊，然后即摆开始在往下发展，然后对转职的，我是上记得我是干做拜六上午啦，尔。啊，即马发展到拜一到拜六，啊，即马当然礼拜日就会刷得来啊咧吼，礼拜一到拜六都习惯啊，所以礼拜日就会来。啊，即马往下发展，起码我可以当对拜一到拜六的全天的这个时间，我可以当发展起来吼。来，然后这个我家己的社区大二吼，目前对拜一到拜六安尼有六节课的顶半日大约吼，差不多有60个课程，啊，互这个社区的学员。原则上都是55岁以上，啊，当然55岁以下嘛会使，啊，我著鼓励伊自由吼。啊，若55岁以上的学员来上，著我拢免钱啊。啊，若免钱，我拢要提供互伊食，免费的中道饭吼。啊，我拢甲即个社区老大人安尼讲吼，我你伫厝里食饭吼，伫厝里家己煮饭食饭会足孤单足无伴。啊，你伫教会家己食饭吼，希望食一个简单的烧麦，还是讲即个面吼，我感觉迄老人做伙有趣味啊。咱就是啊，像讲即摆水果真俗啊，咱就甲农村的即个农民买啊，嘛是家促销嘛，吼，家帮衬，啊，安尼切到规盘，啊，老大人一做伙一个交易，啊，我咧感觉安尼真烧热，真温暖吼，啊，若食有春，老大人那个会炸上去，伊暗时搁免煮安尼吼，我感觉这会当互老大人的迄个心理上感觉有一个孤单，啊，感觉真大滴安慰啦吼。啊，所以目前阮六日会出现的人数大约人次吼，差不多400个人次，大概左右是安尼吼。啊，再来，迄个社区事工，阮有发展出小组，这是我感觉咱有一寡教会做社区大，即个上联大学，较会当去发展的一个方向，就是上联事工内当
发展出小组，我感觉这个重点是借着这个小组是借着彼此的关怀和信任，互相的支持，这个是阮所看到的吼。所以这个成立小组是尽量邀请学员会当加入阮的社会大学的小组，然后这个小组阮伫这个拜六的课程的学员吼，阮拜六确实是上侪人，因为迄是阮上届起头的起步是伫拜六开始，所以伊原来是拜六上侪人。而且130个人，我拢甲伊编成小组，啊，然后佫有附带有小组长吼，然后伫拜六食中昼食的时，我就用小组做单位来举行联谊关怀活动。伫拜六上课的时间，阮每一个月拢佫举行一摆小组聚会，小组长就带圣经的材料，按照讲道的资料，佮做亲像教会细胞小组安尼去乱四个道友安尼来乱吼。所以有一点我要甲这个小故事，刚甲伊转好的，变成教会细胞小组，佮实际。你给他转换这个到底，我咧讲做礼拜吼，对，叫我讲了，好啦，接着讲来做礼拜。我咧上课时间吼，上课大二，对最近七月开始吼，我拜六的上午我是两节课，我对照讲啊，9点到10点，10点到11点，11点到12点挂食饭安尼吼。我对七月开始，我对这个拜六的上午10点10分这个第二场，我改转换做我的礼拜，你讲第四场的礼拜。啊、我去讲要做点四场的礼拜，我嘛我惊惊嘞，因为80%是迷信家，80%是迷信家，我嘛错咧蛋嘞，我话这安尼到底，安尼做礼拜，咱丢了到的礼拜定义就是爱有功德，爱有奉献吼，爱有献花的，就是关键类型的物件，爱加一个元素，你才算做礼拜。好、哦，我来感觉讲，哇，这嘛是真大的挑战。有感谢主啦，我已经过差不多有将近这边两个月的时间。诶，这个拜六，诶，这个上个礼拜，我感觉还不错啦吼，稳定大概超过100个人左右哈。啊，我拢足认真足乖啊，奉献安尼吼。啊，我拢甲伊讲，恁奉献的钱，我无去几摆教会啦。我讲恁奉献的钱，伊就做一个迷信者嘛，我足乖吼。啊，因感觉讲，哇，我伫遮尔多哩，过去都冇咧奉献，做第二拜礼拜时，讲哈，啊，搁要奉献哦。第二礼拜时，伊就讲，哈，大礼拜都爱奉献，我讲，大礼拜都爱奉献。啊，唔，你钱吼，无摕起来阮家吼，我拢改讲，我来设一个专款吼，去帮助关注民吼，帮助关注民，而且个时间吼，啊，善家的啦，啊，所以你用的钱你免烦恼，我教会你甲你用吼，我教会你甲你用个，啊，所以嘛，感觉会当接受啦，所以咱即个乱就我着有100个左右吼，而且会想大二啦，啊，达到我嘛要学习讲提祈祷，你迷信家吼，做个人提祈祷，啊，就是啊，教会人啊，较认真对祈祷看到安尼吼，安尼喊喊吼。你迷信才教你去祈祷，哎，礼拜完了吼，来我替你祈祷来，哇，我顶多替你祈祷，哦，我足乖，来摕一摆出来安尼吼，啊，替你按手祷告，足欢喜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这是当尝试吼，啊，再来洗礼吼，我拄仔讲，我咧上古时当是用洗礼用传道人做中心嘛吼，啊，所以阮就会安排有小组，啊，所以阮的这个少年小组吼，安尼。小组长带领人做小组的指挥，啊有查囡，啊会探访，啊有小组做食饭关怀。哎，导导吼，我最近啊统计小可变起来吼，差不多四月二十吼，阮通过这个社区大二生有七个，我阮生咧十分之哦，你看有几排哦，是无几排哦，有七个哦。啊，我甲看八月二八吼，带囡仔去生咧吼，哎足足准的，马上有十分之。你讲通过这个社区大二吼，生咧。像你的教会生的十分钟，啊，你嘛算袂歹啊，你吼，啊，你嘛算袂歹啊，所以我感觉，迄个小组通过关怀，我感觉迄个果效，我感觉同学会当看出有效果吼。再来，我是认为感觉讲，伫阮家己咧做社区事工的顶面吼，我感觉有淡薄的反省啦吼。我感觉教会内面做社区事工吼，我感觉需要建立属方的团队。我一直感觉讲，这个时代吼，唔是你一个牧师会当做。一定爱做侍奉团队，啊，这个侍奉团队吼，那亲像用我的教会来讲，阮钱无投资的，阮钱无投资的，哎，是的，阮钱无投资的，迄个学生的心情啊，就是讲迄个课程的费用吼，是讲阮无收费，是讲阮无收费，啊，佮袂食饭，不过我感觉那亲像讲吼，教会嘛无赚到钱呢，迄真真奇妙吼。我们都给学员收费，搁回食饭，搁一礼拜上六日。那亲像我教会收费嘛，无赚到钱，甚至吼，这个社区大学搁加减会甲教会合财产嘞。我拿一张卡拉 OK 对，这卡拉 OK 这边对面，我用这个来合。啊，我感觉投资为个教会是把钱投资伫这个人的身上。啊，我对面我是投资伫这个教会转职者。
全职农工，我对小工，我老祖苦梦啦，上年的苦梦。啊，一个人吼，你给伊上课免钱，还是讲什么费用给伊吼，倒不如你倒出一个人家己关怀吼。我感觉迄个较实际呢。啊，等到你若关怀到一个程度了，伊会奉献的。所以我的费用我嘛看吼，但是我都也未好也未散啦。我就讲，伊也拢有教育，拢感谢，所以拢有教咧。啊，所以我投资的费用是伫即个全职童工。然后因为你是一个足球的全职童工，跟范德利的志工吼，即、这个志工叫有一个向心力啦。啊，你无顺便扛即个志工做啥？你去搞即个中心吼，咱无时间干去搞即个志工去扛即个物件，你知影吼？你来放，上面的放一个人伫遐扛，自动放一个伫遐，青年放一个伫遐，咱无顺便我都分遐侪心啦。啊，所以我上面我就放一个。厉害，到我这志工团队里啊，去照顾这400人次的小读书，我感觉还不错吼。再来第二，我感觉这个团队属方，这会当带入小组的关怀、团队感觉活跃。这个小读书讲吼，我一定感觉讲，较不是伫知识，也是讲机票，也是讲在地的学生，当然迄个有需要。当然，我三十个课程就是拢咧教这嘛，但是我感觉那个不是重点。我感觉通过这个物件，伊爱个距离较深的所在地上。你要让伊这老人中间彼此有关系，彼此互相有关怀，彼此有规划，彼此有扶持。所以过去伫阮家己的这个社区时间，社区大学，我拢会休息久啦。即摆老大人吼，我来讲，我说卖休息啦，全部是卖休息就好个吼。啊，伊感觉伊真想落嘛，啊真爱来安尼吼，啊所以我感觉我遐社区的老外人吼，有一句话我家己嘛唔知影，不过足侪人拢安尼甲我讲，伊讲做老师，我有一摆吼听见你伫咧上课的中间吼，甲阮这学员讲一句话，我甲你讲什么我也袂记啊，伊讲你有一摆咧上课的时甲阮讲吼，我若来遮人吼，因老大人拢会甲你讲上课伊听无，还是讲伊听了拢会袂记的话，老外拢会安尼讲，讲袂要紧啦，听了拢会袂记的，改进。听了拢会袂记的，该正常啦。听了拢会记的吼，啊，你著比所有博士拢较牛嘞，吼、哦。比如你一礼拜听30节课吼，啊，听了你著不得了嘞。啊，刚才你会叫袂记的，不要紧。我讲你来吼，你来，啊，上个起码吼，听了听无还是袂记的，拢不要紧。最起码才有年纪。第二，你坐伫遮咧要上课，你来坐好个，你定来去好个，人叫半来去嘞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伫遐困拢不要紧，因为我听讲有人有个人伫厝真歹困。来到上帝殿吹冷气吼，会当困吼，就是稳定。讲你若来到这里困，就是稳定。你上帝甲你说吼，你听有听无基础。哇，听了这句话，老人吼，伊未歹势，伊就感觉讲未，感觉讲我学未晓，你知影无？我不要紧啊，那你听袂记，我听嘛袂记的。我讲，互你读书了了，讲起来讲你差不多会啊吼，伊就欢喜个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老人来到这里爱是啥物？得到支持，得到肯定，得到关心，得到成全。我感觉安尼。伊就会，伊这里伊就有所归宿啦吼。啊，我感觉老大人有一个好处，老大人过是时间嘞，老大人过是年龄比人较侪啦。所以咱办这类活动足好办，咱坐车拢免钱去半票，好无？啊，去食物件拢半票，啊，咱免去人拜六日来去收客，咱就讲用酒干去。所以咱就足多选择性吼。所以老大人的时光是真个真趣味吼。过来，第三，我感觉做完吼，伫家己。阮家己个社区时间内底，我一直对阮个组长、对阮个区长一定有一个挑战，就是讲阮个社区时间，即个当中一定爱表现一个足强个勇气，啊，真温和。但是你家己个信用啊，真有确信，真有规则，啊，你无强迫，无你是积极。啊，你知影我咧讲啥话，我咧话你啊吼。所以讲，咱袂使去讲强迫，无你对你家己个信用还有积极，还有主动去甲人分享。生命的见证，把靠传到伊个目的。所以今天我感觉是教会这个氛围啦，有安尼咱做无论新冠年龄层的社区时间，我感觉伊个效果、福音性的效果会较强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做这段时间吼，我伫包括吼，伫某一个中会吼，做迄个社区大学做了非常好啊，做了非常好哦，承办政府的啊，做啊真，大家来讲真请伊啦。结果无偌久了，伊教会先讲，我说你卖做啊，吼，你离开吼。我感觉咱足可惜的吼，足可惜。啊、所以我感觉社区时间变作甲福音性甲伊结合啦吼，过来第四啊，这个校园时间吼，我个人是感觉爱甲教会福音的时间结合做伙，安尼才甲教会方向才会一致，彼此才会当宣传，较袂拉扯，彼此才会当祝福，这是
我伫上头是刚才你听我去向，我甲别教会，我真强调的所在吼。过来，第四，我鼓励咱的教会来谈啦吼，大家做伙来拓展，也是讲大家做伙来关心啊，咱的年长者的部队因为时间。而且咱可能咱的数字有讲到吼，我咱台湾的这个社会人口、老人人口的老化，这个我想咱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所以咱的教会要咱积极去开拓这块的这个区块吼。咱过去四十年前台湾的长老教会，这个办幼儿园介普遍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我感觉嘛幼儿园嘛关起来，我即摆听讲咱台南有一个什么门的教会在当兵吼，啊，听讲这个教会嘛关起来，这幼儿园嘛关起来，然后你办得足好个啊。但是吼、哦，我咪讲到一个教会吼，听讲这个教会嘛幼儿园嘛关起来，啊，这是咱整个台湾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嘛吼，的改变，啊，这个改变是咱面临的这个，面临的这个契机嘛。这个契机咱来抓到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个人口的老化，咱台湾会长到到位来一向足关怀社区时间。啊，咱这个社区时间变咱抓到这个脉动，我感觉这是咱爱去思考吼，爱去思考。所以我感觉变咱做呢，大先对到位来讲，基于的年长者做关怀、做服务的对象。我的社区时间就是安尼做起来。我的社区时间上起头几个人，八人伫我家己的办公室，细细间的办公室。啊，大礼拜拜啦，我就传唱歌，啊，就安尼伫办公室慢慢仔抓，慢慢仔抓，我像是一礼拜才有400个人次。当然，中间有一寡人甲我交涉，吼，办事我就无去做啦吼。所以我感觉，即、這个社区事工会当相对咱家己教会内部的年长者，用我的经验，用关怀来照顾咱的对象，来甲伊关心，开始安尼吼。再来第二，相对家己的会友了，每礼拜我感觉咱相对聚会一摆来开始吼。再来，然后我个人是感觉。慢慢啊，这个教会一定爱把这个事干安怎，爱撒出去。就是讲，卖那个挂在牧者的身上啦，爱有一个专门的人，固定对这个事干有负担的兄弟姊妹，来担任关怀带领的工作。啊，这个人到尾慢慢就会形成变专职者，就会变成一个团队服侍的架构，就会走出来哈。过来，第四吼，这个内容的部分看作群的属性啦哈，内容我大个教会那边的属性。我感觉我咧是较中下阶段，啊，所以我感觉我咧课程就设计这方面的方向吼。啊，老多人安尼来吃饭嘛，足欢喜，啊，所以这个课程是爱根据你的地区性来做设计哈。过来第关怀支持，对照我讲过吼，我感觉这个是袂当减少的元素。这个元素呐，是舒适的吼。我感觉这个社会事工可能当办了真好，我感觉伊福音性就会受真大的折扣。所以这个部分方面，安那有问题，教会，啊，这个，我感觉下面这个部分是跟什么有关的？跟教会体制有关的，跟教会健康性有关的。一间教会若无传统因为负担，其实你去办社区事工办偌好吼，可能会办得足好，政府卖得出真多钱。其实我冇办政府钱，我是无讲啦吼，我是我这个不是重要，我想这个较重要。我想这个福音性、教会健康性、属灵的这个氛围。我感觉这个决定你的教会有这个福音性的果效，这个教会可能会当做终极果效，可能会当去诊断咱教会内部的这个属灵的氛围，或者这个重要性啊。过来，上面福音的时间由内部信徒开始哈，然后我建议讲唔通停留伫内化的阶段，对内部开始了，但是唔通停留伫内化的阶段，爱开始有外拓展，就无更加侪社区的无朋友。啊，是讲伊个关系网，即、這个 Oikos 即个关系网的朋友开始来加入即个学习的行列，所以上边头一定要有关怀。你若无关怀，你轻轻淡淡，其实有限啊，何必利息的买卖？利息的买卖其实到落尾，迄、那个福音性会弱去吼。所以教会应该还有传统，伊个重视啊，信徒还有生活建设的地板，即个当顺利拓展上面福音事工，达到传福音的目的。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期待。所以传人信主，活化丰富教会各年龄族群，有效建立上帝国的使命。我感觉这个对我家己来讲，我嘛不是干那老人，然后包括我的青年、我的儿童，拢是按安尼在走吼。那个，那么我感觉教会其中一项就是啥，纯服务老会友的僵局，服务老会友是好，不过。一个教会若是干呐对待纯粹服务你家己的老会友，我感觉这个教会会变作啥物？伊会失去传统因的使命了，也逐渐凋零，走向老化，而且怎么样枯萎，进入一个死胡同。安尼，这个教会到落尾就安怎？没有啊，就无彩吼，我无讲啦，伊是你讲的吼，伊就乖起来吼。好啦，啊，再来下面吼，啊，这是阮简单的一寡只相片啦，这
这老大人的探，这是我的小组的探访，社区大学小组探访，好，过来。啊，这是我的祷告会，小组小组的祷告会，哈，好，过来。啊，这嘛是小组活动，哈，小组的活动。啊，这是我的课点，吼，跟大家的这个小组的人啊，老大人分拼啦，哈。啊，这嘛是同款，哈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我的礼拜，我拜六上好的礼拜的时候，哦，这三十班哦，轮流来做服侍啦。啊，因服侍有机会做礼拜，你知影吼？有机会做礼拜，安尼啊，就甲拜嘛，吼，甲拜，啊，了就讲道教，安尼照去讲来吼。哦，啊，这都看到真好呢。迄有闲画画画画吼，迄真正唔捌画过别的人，拢画真实的人吼，有画画，你想袂到伊画遐尼水哦。迄大部分人的文书，你若甲开翻吼，也不得了。那人伊有是时间哦，那好好的能够专注学习哈，来，好，你怕太这个够，哇，怕了就架势交会啦，好来，好，大概大概，我这是我的社区哈，啊，懂，你社区的这老人的资源，人力资源足充沛，你爸爸怎个你把一千块两千了嘛？哦，大家足爱买的，啊，不爱先讲啊。听一个人的意见就好啦，我咪讲七餐啊，就意见大家拢无同款啦。啊，七餐啊，七百间，大家拢意见拢无同，一家口拢无同款的笑嘛啦。哇，大家办到足满意哈，我们就用这个八档节啊，八百个料上，我在想各位的这个斗士团体哈，而且嘛是想收各位话单哈，而且嘛是上好哈，而且是这个桂林哈小年夜饭哈，我就甲这想各位老大人。啊！到这个社区的肉食团体，我跟你讲，这钱都没有得到的，都没有得到的。你跟那个保存了社区人的关联啊！啊，你现在哦，马车社区人，都包括很多感觉会，因为肉食会有嘛，这位讲过的。所以这就好诶。但我台湾人有一个好处，台湾人就有贴心。我无款，我拢是为了超过你所需要的钱啊，拢超过。台湾人的贴心足丰富哈，啊，台湾人。哦，你这个大人，你吃哦，吃比大人较多，吃比少年人较多呢。哦，迄头家讲，哇，我是想讲老人较少哦，我敢打一个打钱哦，我吃比人，吃比少年人较多啊，你看，我嘛感觉老人，我吃多好就好哦，但我蛮吃较少，我袂调味使啊，啊，老人就叫钱啦，吼，就叫钱啊，叫蚂蚁哈，我这个这种是小组的活动哈。OK， 过来，来。啊，大家都是在，对啊，啊，都是在时间，好，啊，你们多喝点酒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